밤을 깨우는 네 목소리 머리를 빗는 이 빗소리 밖엔 비가 오나 봐 들리는 빗방울들이 땅에 떨어지는 소리 전해지는 좋은 tingle Good morning everybody, welcome back Turn off the light, 어떤 사이 햇살이 충분히 비추는 今天是我们在冲绳的 last day， 然后想要早上来运动一下。What？ 我介绍一下你的新裤子。These are swimming boots， 但是我觉得我脚太细了，所以我需要多运动才能穿这件裤子。We met on a summer day， 从此就我好久没有动了，全身僵硬。From the East Coast, California snow You couldn't handle all the winter and the snow So there's a lot of things you're trying to do We are back in the car So where are we going today? We are going to Naha 每天都要跟这个系统奋战一次 Naha 是 Nice 然后透为什么一定要透呢？因为透就等于要付钱嘛。因为我们很爱用钱。嗯？我们口袋没钱。他会选择透的原因，第一当然是比较快嘛。第二是因为他这次买了一个 package， 是可以无限次的使用高速公路上面的那个透。Yes， 因为日本的高速公路真的很贵。如果你们来日本开车的话，最好这个 all you can 透的这个 package 最好。今天的天气呢，没有到非常好，有点阴阴的，然后气温也比前两天整整低了有十多度吧。对，所以今天也是穿好毛衣，带好外套，穿好穿满。你的心有一道墙，但我发现一扇窗，偶尔透出。一丝绵绵暖暖暖暖的泪光，微光微光，哒哒哒哒，呼呼，我的爱会，像两个病人，我们现在要去看樱花，希望还可以有樱花看啦。因为今天要去比较多观光客的地方，所以我们把口罩戴起来了。在市区的话，大概是一半一半的人有戴口罩，可是如果往比较郊区的地方，其实没有什么人在戴口罩的。对，戴口罩的好处就是看不到人家的青春痘。手有点酸，可以拿吗？你手酸了。对。然后昨天我们有去一个 outlet， 然后那边有一个药妆店，我就想说去找找看有没有口罩，结果完全架上是空的。哦，对啊，就表示现在在日本真的很难买到口罩了。你在大阪可以买得到吗？需要抓时间吧，我也没有特别去找。那你够口罩吗？ Yeah， I just get them from work。还好伊彦他是做实验的，所以他们实验室本来就规定会需要戴口罩。Yes。对，所以他还算 OK 啦，至少。你算是安全的，安全，安全，安全第一。Have you ever seen a tree with roots like this? What happened? They're like a wall. The root grows like a wall. Like look at this. The root is like a wall. Interesting. It's a wall tree. So we come to this little plaza thing, and Ian says we can perform on the stage.So who's the audience? The pigeons. The pigeons. Are you ready? 来 Okay. 五六七八不是前期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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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的表演结束了是不是？哦。OK， 好，那我们继续走吧。
You used to have the smoke coming from the bottom, but now it stopped. 第一，源，源方，古代，于，起源于，源于古代，东方和印度。大约来十五，在大约在十五世代世纪右左右右左左右。又从中国最大运船到 Okinawa 冲绳作为能招抚辟邪之 Mamori 守护神两儿早深受居民喜爱。Not nice. What's up, guys? 我们刚刚呢跑去冲绳的算是购物大街吧，买东西。首先呢，我买了 Starbucks 的杯子，就每次到一个新的地方，我就会去买他们的 Starbucks 纪念杯。然后这个是冲绳的，很美很美。这个就是我们刚看到那个冲绳的吉祥物，所以觉得蛮有纪念价值的。而且它的袋子是很美的樱花。对，哦，也回来了。You good?下一个呢，我买的是这个。上次我看到娃娃在现实中还说，这个擦鼻子，就是你过敏的时候，这个用起来比较绵，比较不会伤害到那个皮肤。然后上一次我在公司就是大过敏的时候，我的同事就给了我一包这个，让我试试看。然后用完之后，整个惊为天人，我发现天哪，原来这世界上还是有人在眷顾过敏儿的。再来呢，有个故事要 share 给大家。我们今天只要看到有药妆店，就会进去问他说，哎，现在还有没有口罩？结果每一家基本上都是说没有。然后刚刚我们不抱任何希望的进了一家，结果他说什么好像是要买满10000块日币你才可以换到一盒口罩。Yes. 结果呢，我们就为了只是这口罩买了我买了一堆我妈要的那个整肠药。我们本来以为是你买满了10000块日币之后他就送你一盒，这样就不是，你还是要再加2000块才能够换购到这个东西。所以你总共至少一定要花到12000块日币才可以买到一个，买到这个。而且这个是 PM2.5 的，所以它其实不是医疗用口罩，它只是可以防飞沫跟花粉的。那我其实觉得现在有总比没有好，因为在台湾其实真的蛮难买的，以及在台湾我觉得现在情况还没有那么严重，然后你戴这个至少可以防飞沫，我觉得暂时应该算是 OK 这样。然后我们现在去哪呢？我们现在要去一个猫岛，其实也不算是猫岛，它是一个市场来的。只是我在网上面查到说那边有很多猫，然后距离这边大概是半个小时的车程。Yeah. 我刚刚在路边看到了有一只大金鱼，然后我就很大声地说 ，Ian, look, there's a big whale. There's a big whale. 然后我就问他说，你是不是常常觉得我讲英文很好笑？然后我就说，你是不是常觉得我讲中文很好笑？他就说对啊，那我们半斤八两，扯拼了。半斤八两是什么？50步笑100步。OK， 本来可以走50步的东西，发100步去走它。就是说没有资格去笑人家这样子。那什么50步什么100步的？走50步的人还笑100步的时候，他还蛮，但自己其实也很糟这样子。反正就是有一个人本来可以走50步，但发100步去走它。不是，是两个人。然后我走50步的那个人笑走100步的人。What up? So far, 我到现在没有看到任何一只猫。Okay, we just met our first cat. Hi. Wow. Our second cat. Hello.真的、啊？Sorry. 那边又有一只猫来了。
inspiration. Window your time, trying to control. Eventually gonna need some liberation. I cross your mind once in a while. Okay, you have a wild imagination. I wanna see you too. Just drop a pin and then you send your location.Into your mind so silky. Oh, it's not clean this one. Up under the down we fly. Oh, so cute. Clean it up just to make it feel it. Under the sheets all night. You're like my dog. You're like my dog. Oh. It's a trap. Come on. Bye. Bye bye. Oh my god, why are they so cute?Gonna break. 为什么我们来这个地方？You're like my dog. Okay, 刚才我怕等下我们车子它会在那。I can't. 啊！不能带你回家。他在跟猫讲话。Oh my god! Oh my god! 你的秘密绝招也太厉害了吧！喂，你是不喜欢人家离开吗？还就起来，就起来。我们不能理他。Oh my god! Oh my god! 他过来，他过来，他过来。赶快走到四十，赶快走。OK, OK, OK. 没有，没有。Oh no, not yet. Ah, no, no, no.我好怕我们等一下出去前面轮子前面会有猫哦。应该不会，就、okay. 需不需要 check 一下？嗯 ，OK。呜，好冷啊今天。好，我先消毒一下。哦哦，哎、欸，那是猫。你是不要让我们走是不是？这只猫啊。他刚刚停在这里，然后我就说啊，他现在在这边，你可以赶快开。结果他听到我这样讲的时候，嘟嘟嘟嘟就跑到车子前面了。喂，快快快快快快快，等等等，呀呀呀 ，OK OK OK Go。Hello Hello。Hi。我们现在要来看一个很漂亮的画面，跟大家看一下。哇，这边呢可以看到冲绳的大海。这边呢就是冲绳那霸市。Oh, look at that! 你看。So don't test me, I don't want things to get messy, yeah. Draw down a little SMT, yeah. Like I just wanna hit delete. Come and test me. Hit you with that smite. I'm inside the jungle. I said, yeah, little baby, I be buzzing. You want bumble, she want bumble. Hi!我们现在回到饭店，然后因为今天是我们在冲绳的最后一天，所以我们刚刚才刚收拾完行李，然后这边是我们这次在冲绳还剩下的食物，所以我们要尽快的把它吃完。然后伊彦买了一大堆的橘子，很甜耶。好了，那我们今天影片大概就到这里，希望大家会喜欢。伊彦跟大家说拜拜，拜拜。Told my brothers one day we gon' make it. We just gotta grind for that paycheck. Mama told me one day I'll be famous. Remember when she used to say she hated us. Back then they would laugh when I say shit. Now I'm inside all them people's playlists. So one day I'll be stomping.